环保回收精致化，穿上全新服饰，传递人文之美。大爱感恩科技台中门市开幕这一天，许多慈济志工和环保菩萨都来共襄盛举，使用为主，然后让它能够是常年大家都愿意使用，然后能够来护持这个大地。它可以还原再制造再抽纱，竟然可以做到这么精致的生活用品。 大爱感恩科技推广宝特瓶回收再制品，延续物命，背后有将近20万名环保志工的努力奉献，共同成就。不管是穿的、戴的、用的，兼顾设计、实用与环保理念。不只是舒适，而且它还很凉爽，然后又可以保护地球。全身都是宝特瓶。像我们的内衣哈，你流汗的话哈，它不会粘在身体。 大爱感恩科技是环保社会公益企业，台中门市开幕的单日营业所得也将全数捐出，募心募爱，响应国际赈灾。大爱新闻郭玲、廖学信台中报道。